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呜呼，解决掉阳光的同时还解决了这一路，可以。攻击还是防御呢？由你选择。OK， 一个红眼再次白给阳光，获取非常的难受。这波明明下路开局开的相当的顺畅啊，这一路没有办法了，难求没有问题可以被解决掉。哪里？我不干了！这三连击谁顶得住啊？反正我是顶不住的。下路可以，这波顺利获取阳光，白给无所谓啊，是一个普通僵尸，你爱白给白给，对不对？要解决肯定是二世路，因为二世路一打完来个武王什么的都很开心呀。我说的是等打完，不是这会儿就来。一笑，只不过还行吧，这波来了吃了不少阳光。OK， 哎呀，这个二路吃的就有点难受了呀，剩下三路还能吃吗？下路这一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个矿工过去能不能把这一路给干掉啊？不是哥们儿，你上路压掉我一个向日葵的情况下，你还给我留一个玉米投手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哥们儿演人演的有点太离谱了，真的太离谱了啊！这上路这个要再干不掉的话，我这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上路最后的脑子算是吃掉了。好你个撑杆跳，拿了阳光还不办事儿。我有说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说吧，应该。这个东西打脸来的这么快啊，但他一路确实拿了阳光不办事啊，啊，这二路算他厉害呗，还能算啥呀？算他厉害，不能再被打掉了吧，矿工大哥。哎呦，你这个真的是浪费机会呀，这我怎么搞？一个扶梯 OK 没有关系，过去机枪还在输出，打掉他稳了。稳了稳了稳了，剩下一千多阳光，直面最后这一路可以吧？最后这一路反正就一个玉米投手，防御他是大大的行，但是攻击我觉得他差点意思啊。